恭喜大家可以选种族了。哦耶！啊，选种族了，选种族了。好，我不要，六个人，可怕，六个人，神族来。第一个动作好，大家请执掌来来比先后手啦，先后手，请执掌。看我们上手超臭的，请闪，请闪下去。我等一下边闪边说明规则，请自己一人闪一颗小鸡蛋，小鸡蛋。来，由我开始闪一起。我们需要知道彼此的称呼吗？好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，因为先做好位置再说，大家自己位置还不知道是哪里。闪，我六，七，继续闪，继续闪，每个人闪一颗闪。来，一。一，我第一个，你会继续闪。一是，你懂的。九，哥，神犬之人呐、啊。零是最大的、哦。对，零是十。靠你的神犬之手。十面闪，零呢？神犬之手 ，Andy。还有谁没闪？零。九，来，一一从。一一两个去分身部，两个你们两个分身部，是哦，九跟九，你九嘛，你看同哪一个？三五，那就是你最后他五，还没，不要急，七七，第二是七，还不要急，还不要急，还没到，还没八，八还比你大，好，恭喜你闪到零，但是还是没什么哈。零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选择你的顺位，什么叫顺位？一六二五，哎，对。一六二五三四四三这样子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代表一是什么？先选种族，后选地形，或者是六一先选地形，再选种族。地形指的是地盘，地盘，这个就是你的地盘，你可以决定加山地，因为有些地盘比较肥沃，有些地盘比较看得出来，对，所以这只是你的决定权。假设你先选地，你觉得好肥沃，先选下去。那你就先选种族，后选种族，后选种族，对。然后你觉得这地很烂，你觉得你想要避开什么的，那你就自己决定。好，但是哦，不要以为种族很 happy 哦，种族也有种族的难过哦。种族的是这样子，总共整场有16个种族，会变到只剩两个英雄。好，第一个玩家选了之后，砍两个种族，整场游戏不会就一直边角，对，一直砍角，砍角，最后一个玩家是二选一种族。被砍到生二选，对，通常你可以快乐选地啊，你可以这样想啊，你可以快乐选地，知道，快乐选地，但是我们会留最惨的给你，悲惨不会最惨啊，这只是你会发没有最惨，你只是会发现你很困扰的是剩下两个种族，怎么都有点有趣，好像在哪个地区都会很活得很艰辛，是这样子吗？那不是，但我还是那次我还是活得很开心，我大家故意留给你的吗？对，因为谁叫你选择？其实我们是先，最后我们都是先坐在地上再选种族。没错，没有是先选完种族再选地啊。OK， 好，那怎么可能先选地再后选种族？哎、欸，对，会被我要先看到我是拿到什么种族，我再选地啊，怎么可能？忘了，再忘了顺序。你累了，你累了。好，大致上动作流程是这样，所以你决定是什么？来，你先挑家族。哦、没有，没有，我先会选顺位啊。建议中间，我要一啊。建议中间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选二五，你可以。你地盘还很多嘛？地盘还很多，然后你还剩下大概还剩下五家可以挑。对，有地有种。选二五二。五二是哪个五？哎，那个二是选种，二是选地。二选地，第二个选地，然后第五个选种族。OK， 赞，没错。好，下一位。哦，刚刚是谁塞你？换他。那要看种族就开始翻。三二五完以后，请翻开第26页开始看16个种族。假如你想先，我问你有没有想特别玩的种族？没有，二六，那就三三。前面是基本种族啦，最后面是扩充种族，所以先选第三三。不建议玩扩充种族，三三是最好的。十六是含六，我就是被人强迫选十六挑一啊。扩充，对，从二十六开始。我先看种族必用啊，我是最后第最后剩最后剩五，剩五再看。对啊，三三换你。嗯，那先选第啊，一六。完没地方选啊！好霸气哦，一六哎，好没关系，他一六，那先选地，你可以先选地了。那你不用担心啊。哦，先选种族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他把你这个选走了，这是二选一的，他选走了。什么二选一？就是二选一种族。他们不会把这种事情留给新手玩家，他做了，你放心，肯定是老手玩家会捡走的啦。什么？一开始你真是有这么有 sense 的玩家，我对不起你了。好，这边没有老手玩家。对啊，在场就几乎就是我没有下去玩，对不起，我这个没有 sense 了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可能小鸡玩的次数要比资源多了。对啊，有可能。我早就刷过他了啦，刷过他，你惨了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这两三年几乎只要你开，我都在，好吧？好啊，太扯了。我很有爱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想一下，我刚刚这样在三三，不用动脑选手，三三二五，什么三三二五，就是他三三零二五一六。他是一六嘛？一六，对啊，他是三四吧，来来三三。那我剩下我剩下的人选就是，终于赶完了四选弟，十二点之前，我是四选弟，然后二选三啦，四跟三，三跟四，没有三四他选了，没有三三哎，没有三三，只有三三四三，只有三四三四四三嘛，三四三是你的三四先选弟还是先选什么弟啊弟嘛，哦三弟。那就剩、啊、那就剩那我就是一二三弟都没，我就是四选种族三选弟，四三哦，对哦，那我就五二六一，你们留了六一给我，你最后选弟的、啊，对啊，和你可以，你爱玩，你可以你想要一个，你爽玩什么玩？对，你想玩什么种族就想玩什么种族啊，任选，讲的好像很爽一样，超爽，种族差异啊，超爽，先找弟吗？先找种族不是吗？问你，你的个性，他是海陆对不对？对。打就对了，战斗民族啊！战斗民族打就对了。来，我翻几个战斗民族。我是负责挑拨离间。来，我来翻几个战斗民族给你。打就对了。来，我们首先看第一。假趴也很啰嗦哟。我假趴他不会掌握啦，我也不会掌握。我觉得应该要帮这些种族画一个最有六角分析图。战斗民族第一海盗 ，PTE 上面还有人在讲解这个基本开局，都可以看一下。这是海盗，还有海盗这一组不错。海盗啊，他地太完全了，不行。海盗，海盗再来要把它砍掉。异形，异形跟人，异形是异形是无脑种族，所有战斗力加一是这样子。对，他是个战超级战斗民族。现在不用选了，就异形了。那就这样，那这个你还要变两只，那你刚才是选了你战斗民族，当然把另外两只战斗民族变掉哦。没错，有一般推荐你。推荐想要玩的种族是哪一个、啊？异形我很推荐啊，在这局你满满的资源就是。那其实推荐好玩的种族是哪一只？我好玩的种族哦，每个种族都可以玩，真的。那我会建议你玩来个游离思索的叫什么？四海为家的萨尔一族不行 啊他不行，他候选地，所以有点惨。所以四海为家很强哦。问题是不适合你，因为你是候选地。这个游戏没有种族谁不行、哦、我懂你的意思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像这家的特殊能力是什么，他走到哪捡一个星球，他特别推荐你又特别去形容他，我就觉得这一家一定没有错，所以要 ban 掉他，对 okay, 四海为家要 ban 掉，然后还有一个最第三推荐的，第三推荐是该死的星球、就是、海盗要砍啊，海盗一定要砍，这一局海盗要砍，有补给站，补给站海盗会试着物资哦，物资乘以二啊，请翻开海盗的科技能力，第一轮轮不到我选吧，海盗轮不到我砍啊，你要砍啊，我砍第二个就选了，也可以啦，你不砍第二个，因为海盗其实也是战斗第二个选种子，不海盗，海盗基本上也是一个、啊、有可能就选他，基本上海盗也是一个战斗的、啊啊、稍微看一下、啊、没有，我们可以还没开始的先合，对对对，你们自己没有什么合作的人，我自己，我真的这么觉得，你就选海盗我就不砍了，好吧，对，我们就打他，好呀，打他打他，偷把小鸡，他很强，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。那个时候，子先拿老手一开始就这样，没错。我们还会让给下一家，然后坐在那里。这游戏好难。我贵为那个刚刚那个拿帽那个什么拿来，我们两个先发一发，已经签条约。没有先讲好，已经签条约。我身为异形是混乱邪恶，你身为海盗是中立邪恶，我想没有问题。没有，那你要考虑，那假如我会混完这游戏，混完这以我的立场，我会建议你再编一个有拿星有拿。前面有拿那个什么行星要塞是你想编的吧，只是不是因为那只太强了，我们小心被抢，这家伙也是一个超级战斗民族，为什么他前期就免费一个行星要塞给你，请给我这个种族谢谢不建议选对，这因为这取决于满满的资源，但是前期拿了这个你就看他从一路就打回去，好猛哦，他从头到尾就不会回头，明明是被遗弃的奴隶，一路往前冲，一路往前冲、欸、被遗弃的奴隶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，就是因为他被遗弃，所以他把行星要塞打下来，所以把行星要塞带着走，哦，他们是造反的民族、欸、我一想到我是最后选地形的，我就不得不选这一个种族，也可以、不建议啊，真的真的不建议，也可以，他没有到，他是一个一开始就要疯狂打人，对，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啦，我们只要你想疯狂打人嘛，选完地就冲过去，战力我提供，资源你提供，对啊，这种感觉，现在你现在已经很简单的，要么你选异形，要么选异形，现在然后要么选行星，我把奴隶跟那个四海给编了，
奴隶跟四海，哦，你很有概念，你非常有概念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，下一位是，那选一席嘛？那个 ，OK， 你掌握到。穆亚特被 ban 了，然后四海维加也被 ban 了，来第二位谁选总督？我只是因为没技术而已，我想好，海盗，然后呢，ban 哪两个？你没有讲，怎么讲这些？你觉得ban哪两个就ban哪两个？我自己决定，可是我不知道啊。游戏乐趣就这样子，你就随便挑两个东西。简单来讲，编两个。通常你看哪个能力觉得比较机车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其实，在他还没有热情参与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我翻看哪一页是哪一页，你要选书啊，哪一页就哪一页。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嘛，你叫我先选，我根本就记忆两三大类嘛，一个是外交类，因为他战斗类，一个是资源类。哦，他是属于这三大类哦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说他这个应该先画那个啦。不是，这画不出来，这个真心画不出来。画不出来，真的。其实你可以，就是花时间看啊。但是它其实介绍非常非常的。对，因为你像你说那样去画那样的东西，图解比较方便入门呐。今天就好。他说我来编哦，那我就比较讨厌的编。来，甲趴跟零号都编掉，就这样子。赞。那甲趴跟零号，我的那个零号纳鲁被我编掉了。我知道，好说。然后甲趴是。那个萨里尔因为太难操控了，我把他自选谁啊？他选海盗。好，海盗特殊能力我一定要宣告一下哈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所有的种族能力就是下面都写得很清楚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军需部多放一个指定标记，所以他上限加一个。好，那第二个上限加一，他一开始在打人的时候，宇宙战前可以先攻击两次，用巡航舰先打两下。第三个策略阶段的时候，玩家可以向这个最重要哦，最多两位玩家持有三个以上物资的玩家各抽税一个物资，抢钱就对了。他叫做海盗，难怪玩什么都跟我抽税，原来也是海盗当习惯，没办法。所以看到他，请手上不要留物资，这是跑分游戏，对，跑分游戏九分，但是。战斗意味很高。谁先就是谁先跑满就赢了吧？对，谁先跑到九分就赢。谁先跑到九分就赢了，没错。这个只取最强而已，好取最赢而已，没有第二、第三的。这游戏重点是过程，你玩12小时赢了，输了那就没了，你就死了。这游戏有玩到中间就死掉的吗？没有，有啊，我被灭掉了。当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战斗民族突然对人开战以后，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。玩到中间就死掉了，没有中间起死。哦，第二年我就消失在宇宙之中。天哪！我就看着大家继续玩，然后没有，我就开始拜大哥了。我给你资源，你可以放过我，让我多生存一下。我这回合给你两资源，我下回合给你两资源，我下回合再给你两资源。会有人急死了，他急死就直接退出游戏了。是的，他亲眼看到那次的见证，我就瞬间把我瞬间被我的左边、右边真的哎，那这样子实在是太感情破裂了。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不好。就是你要嘛，你把它灭了不一定有好处，破坏游戏体验吗？不是哦，不是绝对不是，不一定有好处。那历史巨人嘛，体面退出，我们可以不要跟你玩。你要打我，放弃啊！我吃饭啊，我吃咖啡啊，对不对？你打我，给你打，我给你打。历史巨人，哦，既然这样，我就选个艾克斯恰好了。嗯，这当然这游戏要热闹，当然要开会啊。对吧？有没有人？我 OK 啊，反正小鸡没问题。有把那个阴谋拿掉哦，阴谋卡拿掉哦。对啊，这补充一下，大家应该啥？不打黑。他知道，不是。艾克斯加，艾克斯加的种族能力，大家可以，他可以，好像可以。没人给他小鸡自己宣告无所谓。对，我会拿 CC。对，那小鸡在他自己玩就好了。那种操作难度高的，就小鸡自己出。对，我就跟他说，就是那个他的种族能力是可以，是还是有用的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 X 7啊，然后ban恶心的乔纳跟乔纳一定要 ban 啊，然后既然有带到，就绝对不能出现哈肯。哇，太好了！我知道哈肯就拿起，我应该有战斗种族可以玩的。对啊，我哪一个？我ban乔纳跟哈肯啊，把乔纳科技 ban 掉，跟哈肯商业 ban 掉，就是拿钱的跟拿科技的都被砍。可不是啊，那两个在这边，乔纳因为会发生一件事情，会是喂钱的给海盗，然后海盗请海盗去打人。没错，对，我会喂钱给海盗，让海盗一直打。不，我们不会那种斩草除根，基本上收保护费就好，谁给我钱，他就比较安全。你讲的啊？对，记得资源留一些。那大哥，我们玩，我不是，你看一下哈肯的能力好不好？你考虑一下，
待会我就选哈肯，已经崩掉了，就这样。哎，让我玩下吧。下一位，我想哈肯一下。干，上次那个他完全没有鼓吹任何人打斗，真的是超惨的。先收小弟好吗？哎，那次是谁啊？大哥讲，那次是谁啊？我想选哈肯，竟然没有说服任何人，就帮他打架，超惨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上次玩的有人选这家族，他的能力有招很恶心的，就是他选还好啦，现在看起来你就随便看一下，他集中贸易的时候还有这招能力，反正每次玩都随便选啊。好，拿到六个之物资以后，先把这个高动。然后选的人呢，就可以开始两块钱。然后我说，我每回看一下上面自己的资讯哦，自己资讯要先搜一下，把自己的东西搞。对，然后专属科技可以看哦，有的专属科技可以升，但是不建议马上升专属。块钱，请你去打。专属科技比较偏后期，中后期。对，这个种族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养海盗，然后进海盗就打了。专属资讯，这个啦，上面这个这里。对啊，有哈肯的话，海盗、啊、不用看啊，在那边。哎、欸，来啦，你要玩那个病毒啊？这少了。哦，你要继续玩病毒啊？快继续玩。哦，天哪！好。天毒，我全部想开会了。我选个开会种族，你却不让我开会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因为病毒是特殊种族，稍微讲一下，病毒就是要打人就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任何科技能力，他没有科技能力，无法有科技能力，可有他可以有，但是聪明他只要打人，打到对方的任何一艘船，就获得一个没有人什么，只要偷科技用。我就算我这场我输了，但是我干掉一艘船，耶，有科技了。对。所以他可以有两台小飞机去跟你换科技、嗯，然后但是他投票是零票，嗯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下一位，他比较特别、啊，像你讲有行星要塞科技，他可以直接把行星要塞科技拿到。这东西的概念是像什么螺旋体的那种东西吗？嗯，换我剩几个东西，你要剩五个东西。告诉你画出来的线会长什么样子？剩五个，你说六种分析，维努人选，画出来分析太阳系联邦这个嘞。哎、欸，你说你要分战斗力吗？在这一场不错。可以，因为很多星帝国星球明明就可以，对，不是，看起来可以啊。联邦是可以，地球人简单来讲怎样？地面部队特别强，像 RO 那个吧，很会生人。六角分析本来很常见吧，而且他这个很海盗佣兵被选，对，被选了。但是乔纳被选了，艾克斯加被选了，这个阿肯被选，伊奇被选了，他的科技直接纳鲁被砍了。我真心觉得你这时候选择穿虫洞的真好。地球人难耐都不做。人类是满满的物资，地球人有地球人，拿物资砸人的东西。不是啊，你这一回合你选那个什么不是很开心吗？嗯，真的耶，三三。哎、欸，传虫洞那家伙走了，还没呗？干嘛不选传虫洞那家伙？这局两个虫洞也烂了。啊，你有出现过三个虫洞吗？有啊，你没看过四个虫洞吗？啊，没玩过。难耐是干嘛？是能耐哦，他的特别能力是、他的母亲是四二，四二资源很多，可以用小飞机。好朋友，我看好我想出，你不要莫名其妙感觉炸，武器竟然炸了，加一。嗯，你是开地火法，他有一点难操作，不过他就是小飞机流、肉盾流。哦，再那还有呢，再来下来是合成机，再来萨里尔，萨里尔被编了。拉萨斯也被崩了，兄弟会，兄弟会是陆战队很强，不是，他陆战队能力比较特别啦，应该这样讲。他的特别是他可以用一次能力，可以让影响力跟物资两个交换，星球两个互换。第二个是攻略的时候，他下面有写，在攻击的时候直割闪，五以上就可以让。对方选一个陆战队，并且加一个陆战队，所以他起始一开始打人很强，容易物资，因为一开始大家陆战队很傻，你一开始闪下去，这游戏一开始就开始打吗？随便，你想打就打，你不想打就不打。但是这游戏是为了分数而在做事的。为奴，这一支是平均型。小周上次讲他们重生防御冲出来，神经病吧？瑞克，昂博瑞克是被选了吗？昂博瑞克没人选，植物人有一点难操作，但还不错。幽灵不建议选，在这一场很弱。拉扎克斯，不能选。哦，生机病毒被选了。病毒被选，建议是直接用完地球人，或者是那我选第一个好了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东西？
第一个是地球人吗？对，他是什么？他能力是怎样？哦，他能力就他可以取代玩家行动。你看下面，从参谋部，参谋部支付一个指令标记，换取两个陆战队方案行动，就是他的防守很强。嗯，因为刚刚讲了，你打到陆地要赢才能占领星球。那我就选就是啊，然后因为正确规则在第一版的规则中是没有机械化部队，没有特色这个东西。在前面的版本只有陆战队，那只要你选择不用陆战队，就不用机械化步兵的话，最后一位是谁？是手直接给你以这个这个机械化步兵变成食物人给幽灵。对，但是现在我们有机械化部队，所以你有这个超强坦克车，超那情况表示被轰掉，这两只，那只能玩植物人，被惩罚的超痛，植物人。对，你看这样子，完全不用动，立刻摧毁到敌方。好，选地开始选，你先选是什么战地部队？是的，起始玩家我看一下哦，就明天上 OP 的，是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因为这个太多了，算第一圈就好。但一二三，你做，你到把十二块拿成飞机，四五六七，这是个科技，这是你要理解到兵力才是重点。一二三，科技是一个五六，如果你能有时间去升，而且因为你只能一换二，一二三，我假如是走小飞机，四五六派六，我走一，但它是比较少，我走一块钱小飞机，他不是。Hello， 大家注意，选他的人一开始是议长，可以先选这个，好，就这样，这个位置，资源最少的为起始的起始玩家，那就是我了吗？不一定，哎，是没有，因为我们地最完全的那个先选，对，好，哦，先看场上地的，哦、哪边？哎，你刚刚算完了，到底哪一个最高？这最少，那啊最高了，其他都差不多，这块会不会太夸张了、啊？会不会太夸张了、啊？对嘛，那个地方会不会太夸张？这一场应该是资源战啊，资源战很，资源大家都很丰富，无限产兵。那块超超夸张的，开始发任务啊！选完地我就要发任务了。二选地谁？你们算在算什么啊？算一二三四？我在算资源，因为资源会一路吃上去。算是绿色这个、哦、左边都有，左右都要拿，左右都要算。我是先算左边再说啦。像这个星球就超好用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每次有人翻山，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两个还有翻下，还有看下棋，刚好整整六点资源，或是有搭到的东西会刚好。像这两个，假如你想要绿色，就真的超好。对啊，这边有三二二，这边有三一二，这边有当三一一二，这边有一二一，是专用科技吗？专属科技吗？起始的召开起始哦，对，有一个起始科技。开局技术是不是？我帮你看，你会舰载，对，你会舰载雷射跟外太空炮，舰载猛，好，对，就是因为你红色是战斗型的，我这样说啊，红色是战斗型的，黄色是支援型的。不，我色盲，我看不到颜色、啊。上面写红色、黄色，上面写红、蓝、绿，这个是蓝色，蓝色是运输能力，绿色是特技，奇怪的特殊能力。我选这个好，绿色叫做所谓其他。你的地选哪边啊？啊，你选的什么？舰载雷射这一块，外太空炮、嗯。好，那就大家去就座位，就就座了。买一些自己的炮。那换谁呢？换我。哦，这两个字写的不像字，害我找不到我的那个科技。你怎么样啦？到底想怎样？你就偏偏挑这两个，我才想找的。我就不小心涂到了嘛，你想怎样？换一下位置，多少钱啊你？我们地形要不要？他那，你。微调，微调，不用了。以后这张纸可以设计上面，那边就三个了，变来这边三个，就变这样。你那边四个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期待你的。他那边要两个人，那边要两只手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聚在一起这样可以。我需要你，然后你们来高雄玩。都在清空。我说你要摆四盒两大盒游戏要搬到高雄，做梦吧。六啊，刚好，那就无法享用享受到一些东西的话。那些东西的知识，你要选这吗？因为我这边我觉得防守还挺漂亮的，真的、哦，这边防守还挺漂亮的。我懂，我完全懂。不要，不要，因为虫洞太好过去了，对，虫洞。因为钻别人机，别人钻别人家旁边。我们要选这边嘛，然后就从旁边走进了。我们先灭了他。那这边不是有人选了吗？这边不是有人选了吗？有啊，这边有没有人选？这边有没有人选了、啊？这三个啦，一二三没人选了。对啊，那你们从哪钻虫洞？虫洞这里有啊，这里也有啊。不是啊，虫洞已经被两家选走了、啊，那是人家家门口哎、欸。哦，你去人家家门口晃啊？多走几步路而已的事，还好啊。一步一年啊，路过一下而已啊。对啊，他讲的非常好，一步一年。不是啊，因基本上我在这边代表我从头到尾没有想出去，因为我基本我被他困死。
这边他会把我困死，这边我会开始困死。那你过来这里啊。各种分析耶，对，这边没有人，没有人那么会玩，你知道吗？你都不用想那么多了，因为有啊，因为他们两个是所谓的地面国家，他们一路把一面把人类他的人就种过去，然后所以我完全没办法抢赢他们地盘，因为我打赢空中战没有用，他地就用的是他们。惨啊！如果你把这两家换给我们两家，那他们一定是往里面抢啊！什么？你把这两个空位放给我们两个战斗民族，那他两家一定是往这边走啊！人家只会往中间走，这边那么肥，我这边只有这样子的东西，我能抢什么啦？看抢谁啊？我这边，我告诉你，我能拿到的东西就是一二三四，剩下都没有。彩票是哪位？对，我来这，对我选这。好，我选这个啦。我选这个。啊！天哪，好穷的国家。这个很肥，那么穷？不是很穷，因为你要知道，他这边可以拿到一二三四，然后是往这边走。那这边可以走一二三四五，然后这边可以走一二三四五。我这边其实是比较穷的，只是我这边多了一个屏障在这边，而且我走这边，我其实去帝都非常的困难。这代表什么？我从头到尾没想过去帝都了。看到小鸡就是打啦，对啊，最简单的。坤哥每次这么讲，每次也没打我、啊。他在去怂恿人家打你。对，坤哥只会把大兵团蹲在我家门口。你要打我吗？你不打我就解任务喽。对，他就把他的兵团，因为有一个任务会，要么就是会解这两边，然后他先骗左边，然后把小飞机放在那边，然后再把大兵传到你家里面。哎，我晃一下，可不可以让我解任务啊？哎，什么叫骗左边？我是负责升降这一个。你先上，你从头到尾，你跟他讲说你要给他科技，你晃点他几回合，你跟我讲，哦，对不起，我给你两次，我陪你好不好？看你这个人是无耻的好不好？轻不轻手？哪有啊？看你那个手段都超像。吓做的，看你，欸、你那个是，看你把飞机停在一个见鬼的鬼地方，叫别人去打你。哎，离子风暴是怎样可以进去啊？小飞机失灵，然后出来好像要检验口，等一下再说明细部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它有些细部的东西。小飞机失灵，其实指令标的多少？就是如果没三三二哈。对啊。哦，干了，其实这家其实好穷哦。对啊，他只是开会种族。你这个穷鬼，对，啊，是的，地球。异形，来来来，海军的，对，来换气了，交给你了，打人靠你了，这怎么交给我的？该打就打，徐航剑可以哦。两块钱那个，徐航剑感觉到他的恶意了，很好。没想到旁边，我靠，我在你遥远的对面呢、啊，你们找我，你知道走过来要几年吗？你知道走来找我要几年吗？你就好好的在那边，我等你。我求你呀、啊！你要走过。你看，还有人没有拿符徽的吗？你是什么？病毒。好，请问地都选完了吗？你应该是哪一块、啊？我是最后一块、哦，是吗？我是那一块确定的吗？我求你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是这一块，所以我要你。然后232嘛，老板，设置232嘛。哎、欸，3332，不好意思哦。三三二。然后像地球人会多一个，大家可以自己看哦。有的人会多，然后哎，从右到左332嘛。对，然后海盗也好像也会多一个。可以 看哪里啊？不，下面有写。这边摆332，然后你再看你的种族能力有没有额外多。地球人有多，我确定。哎，对，然后底下那个就可以换掉。检查一下，就是避免定位用。放个七十部队，互相检查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、啊，我输台到了某部队啊！哦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有四支援的、欸，家啊，所以你那家很肥沃啊對，对啊，我自己本身就不错了，对，因为我们让了肥沃的地给你们了，我们啊讲得好，不是我们没办法去选那边，因为我选那边，我选的种族我会死在那里，没有，你不用跟我讲，你的位置就可以挪出来，很委屈啊，没有，行了，反正我是个弱势的家族，我是过去定的啊，然后我怎么说我要看哪里，一二三，输。3-4年就到了，这游戏好难玩的。算好了，四年吗？没输吗？没有啊，有啊，被拿走了。好了，应该没那么快了，行不行？还有输不难，没有意外。怎么？你都不用种田就对了。我还要一路打过去的啦，怎么种怎么田。对啊。啊，干着两个陆战队哦，难玩哦。比较难，比较大。在我手上一本，不知道谁看。咱先借一下，我们看看。啊，
还有风的 PDA。哦，我应该可以拿到这个一，这个肯定是不能升的嘛，只要换三。啊，不是你那个很可能会换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发生一件事情，当你把你左边打趴的时候，他就只能被迫把那个给你。对，我就说，我跟你合，像我就说，我你要打他，我跟你换这个，我还额外再送你一个资源，你可以打他吗？哦，拿了资源是这样打，对，可以，合理，就像骗的。但是战斗民族你不打，你会超亏，你要挑一边打。像上次就是有人拿了我的资源却没打仗，然后他就再起不能了。三巡，因为他两边都拿到资源，但他却没打仗，然后就让左边那位有钱人发展的很恶心，就是他那天玩哈肯，但是他又长不起来。不知道哪一种是哪一种？哎 ，Hello， 可能要帮我帮我开局部，对，你需要什么帮助？我要需要棋子 ，Let me see， 因为我没有飞，这是陆战队是吗？谢谢，对，你需要一盒，哦，你要陆战队只是需要一盒而已啊。我的种族板块上面写了一堆我看不懂的东西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来，你说哪边？这边你可以当作没看到，那个就是你手上这个。哦，就是资讯的。对，是的，所以你不用管它，你只要就是类似。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啊。然后巡航舰三台。你有五个陆战队，一个母舰，母舰长这样，对，这叫母舰。然后一个巡航舰，圆的。陆战队就是步兵。不是不是，不是不是，这个占领星球就是这叫巡航舰。然后一个 DPS， 或是有你有那个特殊科技，可以让 DPS 巡航舰载。啊，一个太空船坞。太空船坞圆的，就是一个圆形的。有谁需要圆形圆圆形战斗吗？也经常会玩。不建议用太多，就是大船跟小船分开就好。那有没有人还没设定完？搞完了吗？搞完了吗？哈，意外的战力有点弱。有人需要甲板吗？设好了吗？这干嘛？就是自己分好分类。哦，甲板不用全分啊，就是建议简单分。像他就是不需要了。有人需要吗？不用。其实可以不用，就是好分就好。好，你摆完了没？没有，你还没摆完啊，人类。我帮你挑人类的这两台母舰，好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不用吗？好，这个来玩，他来玩。好，这个点。然后我们来选板吧，1到8号板呢？这点就这样，然后剩下的就是备用。